二号楼那边怎么样？最近还是没有动作吗？二号楼就要开业了，这个时候他应该很难说服其他股东卖掉手里的股票。我估计啊，在开业以前，他应该很难有什么大动作。那太好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个啊，我在网上找了一些跟叔叔比较相似的病例，其中有一例呢，跟他一模一样。最后这个患者恢复了神智。上面就说呢，这个患者的家属每天都给他放他喜欢听的音乐，最后就恢复了神智。你看，谁要给他放音乐啊？不想管他，现在这样挺好。你也别管他了。好吧。不是跟我说你不想唤醒他吗？我没有要唤醒他呀，我就是想给他一拳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打他骂他都没反应，必须要等他恢复了神智，我打起来才解气，不是吗？口是心非啊！哎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我那么讨厌他，那么恨他。但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又不忍。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别扭的人啊。这应该就叫血浓于水，是吗？那你打算怎么样唤醒他呢？我在网上看到的，针灸可能是一个办法。管用吗？反正先医着。我看到网上有评论说见效的，也行。这个小桌板我给你新准备的，这样你会用起来方便很多。喜不喜欢？不喜欢也不行。再来一口。行啊你，你还知道这个苦啊？刚喂你吃饭的时候怎么那么配合呢？你不是痴呆了吗？怎么分得清楚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呀？这个是苦，但是良药苦口，你必须吃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？你等一下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价格这块你必须给我盯死了。不行，价格又得按我说的这样去弄。
啊，一分都不能少。不是省得他们说是就是呀，合同之前不是都签了吗？反正价格这边呢，我会再想办法。合同就按之前你的那版来。喂，哎，大哥，能不能找个信号好点地方？我说啊，价格我想办法，合同按我们的来，听清楚了没有？这样吧，看后天，后天差不多下午吧，啊，咱俩去一趟。好吧，啊，先挂了，挂了。怎么洒了？你是不是乱动了？你刚才放的好好的呀。事儿啊，烫不烫？刚刚应该凉差不多了吧？呀，今天的药量不够啊，不行，再来一碗。记得这首歌吗？小时候是你教我的。就知道你这个人没心没肺的。他心里面终究还是牵挂你，不然也不会流泪了。但愿吧，但他现在还是痴呆的状态啊。那你接下来计划
是怎么样的？上个礼拜他最喜欢的乐队要在中国开演唱会，小时候他答应过我要带我去看，算是我跟他的一种约定。下个礼拜我带他去看，看能不能唤起他的一部分记忆吧。也好。